好，我们来看题目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讲过常考的题型，就是红色的纸只反射红光，吸收其他光。我们考过的很多题都跟这件事有关。现在在黑暗的舞台上，绿色的光打到演员身上，看起来是绿衣黑裤；红色的光打到身上，看到的是红衣黑裤。那表示演员可能穿什么样的状况？好，来，打绿光会看到的是绿色，那就表示那个东西是白色或绿色，白色或绿色，它就会白色会反射绿光，绿色会反射绿光。打红光会穿红色，就表示它是白色或红色，但两个叠起来共同就是白色，所以它就是穿的是白色的衣服。那如果你要打上去是黑颜色的裤子，就是它不是绿的，可以是红的，可以是蓝的，可以是黑的。打红光会变黑的，它不是红的，它可以是绿的，可以是蓝的，可以是黑的。那么重叠起来，它可能是黑色，可能是蓝色，所以它就是白衣黑裤，或者是白衣蓝裤。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就是 B， 答案就是 B。OK， 很简单。那换这样，换这样，红色照黑黑的，绿色照绿绿的，蓝色照会变成什么颜色？十号有吗？应该有，对不对？十号。董事长，你选猪哦，你等一下吗？不用等啦，就猪吧。猪，很好，猪。红光照会黑，表示它不白不红，可能蓝，可能绿，可能黑。绿光照会变绿，就是绿或白，所以它应该是绿色。所以这样子合起来应该是绿色的。绿色用蓝光照，绿色纸只反射绿光，吸收其他光，蓝光照被吸收就黑了，所以答案就选的是猪。OK， 有考过有跟他类似的题目，有考了一个跟他类似的题目，正方形的纸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的状况，请问如何？我等一下再回答你的问题，你不要耽误我录影。多少？这就是要比例了。照下去，比如说红色变黑，就20%是黑嘛。啊，绿色变黑，30%变黑嘛。你这样算，加起来就这样子而已。OK。有考过跟他类似的，我跟他类似，多少？珊珊，珊珊是你啊，起来。10白20红30绿40蓝，然后拿绿光照，黑色跟绿色。猪啊！你说。绿光照，白色会绿10%，绿色会绿30%，合起来40%。40%是绿的，其他的红跟蓝都是黑的，60%是黑的，所以黑有60%，绿有40%，60:40，6:4，3:2，所以答案选猪，答案选猪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